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，一个求生区的 Pass Up。本期依然是来给朋友们汇报一下 3.8 第二阶段的大世界原始以及进度，好方便大家做一个参考，查漏补缺。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7号的早上8:55，目前第二阶段的探索进度为 0%， 原始库存156539，开干，待会儿见。今天的地图还是比较小的啊，当然了，地图小内容肯定也就少。当前可开启宝箱122个，其中第二阶段宝箱37个，当前可获得礼券220张，其中第二阶段礼券65张啊，这个气球依然还是拿不到啊。那么当我们把以上所有内容都做完以后，原石数量也就来到了156751，此时我们再和早上的数量一减，一共是增加了212原石，再减去这部分任务奖励，212减去20等于192。那么最终 3.8 大世界第二阶段可获得原石总量为192原石。这些原石全部都是分布在 3.8。不行了，哥们儿讲不下去了啊，咱们第三阶段再见吧， respect。这次一定关注。